那大家都知道说，你们结婚的那个时候，是台湾经济正在起飞的时候，那个时候结婚还要拼经济，照顾家庭，那你们一路携手走来，已经当了爸爸妈妈、阿公，甚至当了阿祖，所以今天真的元理事公所有这个机会，借由这样的一个场合来表扬你们对于爱情的坚贞，真的是我们给我们今天受表扬的夫妻俩给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恭喜！那当然，今天健全的家庭，真的是有赖因为你们恩爱，然后能够照顾子女，然后培养子女长大成人，能够在社会上能有一个贡献。那当然，事工所这边其实也不遗余力，那也希望能够打造一个幸福园林智慧城市的一个宜居城市，那当然也要感谢我们张国良主席跟各位代表对我们园林事工所的预算支持，那也特别感谢王惠美县长团队，能够对于我们经费上的挹注，还有我们立法委员，能够在中央争取我们的一个很多前瞻的一个补助计划，才能共同打造一个公共环境，一个友善的城市。那当然今天与会的贵宾很多，那也不占用大家太多时间，那当然最后预祝各位最佳男女主角，还有各位保健能够牵手长久，然后恩爱一世，吃饱饱，那今天与会贵宾身体健康，事事顺利，谢谢。